大家好，我是 CSDN 创始人蒋涛啊，我是一个老程序员，在1889年就开始编程序啊，编了这个十几年程序。那2000年的时候呢，我又创办了 CSDN 网站和程序员杂志，为程序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和社区。这20年下来，我们注册的账号有6000多万，现在活跃的还有3000万。就为程序员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吧，也见证了很多传奇程序员。在2011年到2017年呢，我还做了投资，也投了100多家程序员创业的公司。在中国来说，我是对程序员最熟悉的，所以办了这个节目呢，叫滔滔不绝，主要就想从程序员的视角啊，谈谈程序员的这些职业生涯、生活啊，各种有趣的事儿。